节会颁发这个特别奖，总共有两份的特别奖。好，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次的要邀请，就是我们尊敬的翠花林俱乐部总理亚都司令张建斌编再次到台下，与我们的会长一起来颁发接下来的两份特别奖，有请，辛苦了。在那边吃，在那边。好，刚刚我们的新任会长讲的棒不棒？棒棒的，来一个掌声。哦，真的也是没有拿奖的，所以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在聚花营华语讲演会出来的每一位都是哈、都是将哈、都是非常厉害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第一个奖呢，就是特别贡献奖。那么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要邀请翠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清 BBN 到台上来，有请。获得我们的特别贡献奖。我们的黄海清第一副总理呢 ，BBN 他经常呢在我们的这个议会的时候都有参与，还有呢经常也为我们就是支持，特别是有什么要赞助的，他也经常支持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还有呢，他一直也在学习啊讲演啊，好。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行政会长以及我们的总理一起来颁发这个特别贡献奖。再次的掌声给我们的最棒的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清 PM， 感谢您对我们讲演会的支持，感谢。好的，第二位呢也是老虎功高，每一次风雨不改的，很早的就来到我们的例会，还有各个的这个节目的支持，他就是我们的创会会长李崇海，有请。你能够很感动的，就是你到例会的时候，他拿着杯子问你要喝茶吗？吃饱了吗？真的是不是感觉到那个温馨？所以呢，来到讲演会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来，感谢。也再次的掌声给予我们创会会长李崇海。感谢。好的，接下来呢，第二个奖是特别服务奖，刚刚是贡献奖，接下来是特别服务奖。那么这位年轻人呢，他非常的有活力，好像有阳光般的照着每一个角落，他也是我们的后任会长。那么他呢就是李，哎，不是哦，不是后任，他就是李文胜，会有我找到李志顺了，对不起啊。好，谢谢啊，我们的李文胜呢，会有呢，每一次呢，都在我们每一次的例会呢，他都就是也是非常的找到每一个的环节，还有呢打点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会务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再次掌声给我们李文顺，会有获得我们的特别主奖。好的，感谢，也在此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总理，还有我们的新会长，感谢您，谢谢。